Hello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那么呢，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是《战争机器五》中啊，这个 Kate 的角色如何靠无限分身、无限幻影。其实这个是很简单的，只需要你的延迟很高，做个高频的战士啊，放大招的时候不断按 Y 就可以靠无限分身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联机的话，并不是你连到微软的服务器，不是微软主持这场游戏，而是你朋友主持这场游戏，四个人连到你朋友的电脑，然后延迟高，你手速快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，靠无限技能。这个全新影像呢还是比较好玩的，它相当于一个免维护的诱饵，可以适时的拉住仇恨，所以说在制作方没有修复之前呢，我们能爽多久是多久啊。这里还有个建议，就是你全新影像放一两个位置就行了，如果你放太多位置的话，会分散大量的火力，导致效率变得很低。不过呢，同一个位置放四五个这样的分身也是可以的。接下来给大家看个非常有趣的图片啊，这个能量大盾也是非常好玩的。那么的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喜欢的话不要忘了点赞、硬币、收藏、加关注、加分享哦。那么呢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